好，那等一下呢，就准备要去降级这个 Apple Watch 的。然后我选的是自己去那个维修站，哦，是在高雄的地方。他其实会寄信跟你讲说，你那边哪边有苹果的，就是他们搭配的维修站，哦。那我是选这个梦时代的 Studio A。那你要把你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都要拆掉了哈，哦。里面的资料应该都要清除掉，包含你的一些钱包。另外你要去的时候，你要带你的证件、你的手机。好，配对的手机，还有就是他是说要带这个传输线啊，充电线跟那个转接头。那我比较懒，我整个就盒装整个都带去好了。好，总而言之就是他会寄一封信告诉你说要带什么，那大概就是我讲的这样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去 Studio A 等全部处理完再看说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就拿 Apple Watch 来梦时代了。不过他的这个维修的不是那个 Studio A 哦，他是在 A 家，所以应该是在它一楼的侧面，它是在一楼 H&M 的这一个通道旁边，然后它这里是有一个 A 加它的这个授权维修中心，这边也有一些保护壳跟配件。好，那店员表示说手表可能要留下来看怎么降级，那给我一张维修单位再通知我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看维修完会怎么样哦，我们待续。